近日，昆凌晒出健身日常，视频中的她扎着马尾辫，穿着一件运动背心和紧身运动裤做锻炼。她双手抱头，双脚撑在健身器材上，身体前屈，动作干脆利落。镜头从胸前扫过，露出迷人事业线。随后镜头一转，她站在镜子前举铁，凹凸有致的好身材更是一览无余，肌肉线条紧致动人。之后她还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一张自拍照，称努力健身却抵挡不了宵夜的诱惑。长发披散着，手里还端着一盘食物，表情搞怪，十分有趣。更多精彩，请下载中国蓝 TV。